什么茄子筷子哦？茄子蛋的筷子，茄子蛋哦，茄子蛋茄没有，茄子大筷子哦，有些啊，我这老伙仔人就拢无咧听恁个少年人的歌，迄个呾一个仔出来讲啊，咱这条歌叫做《浪子回头》，啊，知影号做茄子，我也知号做，唔知影做唱者啦。你看哦，我拢甲小姐讲哦，今日你要唱这条歌，啊，了解讲主唱者是啥物人唱，对不对？啊，无有些主持人讲，哎，这条像是，哎，唔知影咧。啊，唔知你是唱头讲我一家的哦，哎，袂歹听。哎，这条歌伫咧咱的顶顶年当中哦，哎，我啦伫咧咱的歌厅，我拢轰动一时。啊 ，KTV 点播率也蛮高的哦。哎，最近嘛，拢有足侪咱好听歌曲伫咧这所在给咱做安排哦。啊，伫咧这所在再次感谢咱好朋友的光临哦。啊，这个时间哦，啊，咱的宴席我啦渐渐进入咱眉尾啊开啊。啊，我啦有一挂咱好朋友哦，渐渐咧认识。哇，今仔宴席真正无简单，三年完歌，哎，这少年囡仔吼，真正值得学咯，真正拍拼。一个年轻人可以。弄个这样子真的是不简单的，你有听到风声无啊？啊，而且你不是住这的人哦，啊不好意思啦，你若住伫咱，你算迄个山区的啦，啊这算婚姻算海口，你若伫海口，你就会知影，哎，真正袂歹，哎，为头的咱来做咱的。满房开始，啊！出去外口，甲大家咧结缘，实在遮尔啊侪朋友，今后咱遮尔啊侪好朋友，甲咱斗相争吼，会真正无简单，有遮尔啊侪场面，遮尔啊大个场面，我来爱感谢着咱足侪，咱家间的好朋友，大家共襄盛举，啊，甲阮小志斗相争吼，啊，我咧讲这有哪足辛苦个呢？这腰哪爱行呢？啊，真正无简单哦。重点，咱礼物真是有哪真灵感吼，我来有咧甲咱斗保庇吼，所以人讲有遮有惊奇，有小心有保庇，伊要来对面还袂参拜，赶紧。内哦嘿，三支青鸟来甲插落落，啊来李库先生、丁富先生、山君尊神，会来甲保佑咱这个朋友来参拜倒转去，万事拢做当真好真好的好前途啦吼！啊，这个朋友住哪里呀？哎，啊，恁朋友住对啦，哎呀。较远啦，啊，较远哦，我家迄边，我是讲伊附近的，我都捌看过啊。啊，这算我那远方来的朋友啦吼。感谢你，为因较常来坐嘞吼，啊，讲饺子斗三江一下啦吼，来说说，来啊，继续过来进行。好的，我一支，啊，你一支还袂差嘞吼，你一支还袂差嘞，连面都要甲你差好见，哎。来，即马咱精彩节目要甲咱安排着咱的奈儿小姐哈，我们带来精彩的钢管辣妹秀。来，咱去豆豆甲咱欣赏，豆豆甲咱看。我哩倒转去以后，台湾家伙，那么拢有机会啊，甲咱得一半哈。来，谢谢。哎You're the one.
了吗？哎呀，咱一路行，一路行。哎呀！